陈伯啊，你呀，临伯老以上能饭否啊？咱俩赌一把，你不是开赌场的吗？我保你赢，大胆的对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，大胆点儿。这是改写历史的时候，你想不想建功立业啊？那把这个王岐山和摩根拿走我的15000亿美金还给我，让共产党把5000亿美金还给我，我拿2万亿移民，不妨碍你的西门庆和潘金莲结婚。如果你不做，那你下台，大胆点，采取军事行动。你肯定赢，只要你和共产党军队交了手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人了。放心，大胆点，没问题的。好，谢谢。